Our next speaker is from Huawei, also someone I've known for quite a while.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Peixin Hou from Huawei Corporation to the stage.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Talk to someone wrong. Okay. 好，非常感谢大家啊。我叫侯培新，来自于华为。今天呢，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能够在 LC3 这个舞台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关于云、还有开源、还有数字化转型这样的一些观点。那么说到数字化，实际上这个题目，这个名字其实已经出现很久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在我读研究生，90年代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帮助很多企业、帮助导师做过这种很多数字化的这种改造，比如说企业的有的时候办公室自动化呀，还有这种生产线上的一些数字化。那么我们今天说的数字化转型，和这个20-30年以前我们说的这个数字化改造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之前说的数字化改造更多的还是用数字化的手段来针对这种传统的工作模式、工作方式还有工作流程进行一种增强，所以它更多的是一种数字化的应该叫做使用或者是消费。而今天我们说的数字化转型，它实际上是利用互联网以及数字化这种技术来去应对不确定性而去进行的这种自我创新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的企业如果不进行数字化转型，那它有可能面临着是被颠覆。那么我们说未来的10年实际上是企业数字化转型非常关键的10年，而且呢，我们看到各行各业实际上对于这个数字化转型都有不同的定义。我们看到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大家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电子交易、移动支付。那么交通领域呢，可能是一些共享的一些汽车以及智能化的道路管理。那么在制造领域呢，大家可能想到是无人车间、工业 4.0 等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域。实际上我们如何帮助企业它的业务来从传统的形式向着更加敏捷、更加弹性的方式进行迁移，以及企业在此之上如何进行它业务的创新，这些都是数字化转型所需要考虑的问题或者是它的目标。那么我们说呢，就是云计算实际上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或者说我们叫做云化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举个例子啊，现在很多人是把这个云计算和这种传统的这种基础设施像水和电进行比较。那么大家知道，在200年以前，当电刚刚被发明的时候，用电的企业它基本上都有很大的发电机组来去提供这种电力。那么后来随着电厂的这种方式的出现，那么实际上电力进入了各行各业，那么电呢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服务，这个时候呢就使得企业它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来去聚焦在它自身的业务创新，同时呢也大大的降低了它的成本。实际上云计算也是类似的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企业还要花很多的精力和财力在它的这种企业的基础 IT 的基础设施上，包括这种 IT 基础设施的这种规划、选址、购买到运营再到部署，部署再到运营，这实际上都会大大的缩短缩减他们对这个自身业务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所以这个对整个的数字化创新都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我们看到随着这个云计算从 IaaS 层、PaaS 层、SaaS 层这种分层的这种解耦，那么不同的玩家在这个里边自己擅长的领域去进行不同的这个创新，然后再进行细化来支撑上面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业务，包括政府、包括金融等等。同时我们发现呢，就是开源在这个云计算里边，在这个整个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当中也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做这个大型软件的都知道，这个我们大型的这种基础设施软件越来越复杂，实际上没有哪一个企业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搞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种开源的这个方式，用这种共享的这种创新、共享开发的这种方式啊，能够使得更多的企业来去使用这个开源。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刚才 Jim 也谈到，陆教授也谈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去使用这个开源，同时越来越多新的这种开源的创新项目也被涌现出来。那么华为呢，基于这种整个的这个大环境，所以我们推出了 Fusion Cloud， 这是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可信，一个是开放。那么华为的这个 Fusion Cloud， 它实际上是可以使这种资源来去进行跨云的共享，数据进行海量的分析，以及应用在里边进行无缝的一个迁移。那么同时呢，华为的 Fusion Cloud 呢，它也是一个 ICT 的一个全栈的一个云服务。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华为 Fusion Cloud 呢，它也是大量的基于了这种开源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架构
啊，比如说我们用到了 OpenStack， 基于 OpenStack， 基于 Hadoop， 基于 Cloud Native， 基于 K8s。那么以 OpenStack 为例，它就是我们 Fusion Cloud 里边公有云、私有云还有混合云这种 I 层基础架构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框架。啊，那么我们之所以就是采用 OpenStack 作为公有云、私有云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一个框架，其实关键的目的还是在于帮助企业的应用能够在不同的云之间进行无缝的这个迁移，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么华为的 Fusion Cloud 呢，实际上我们构建整个的这个合作体系，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合作体系。那么在最上面的应用层和业务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和大量的企业软件进行了对接，进行了整合啊，我们拥有非常多的这种方案伙伴、技术伙伴还有渠道伙伴，同时呢也拥有数以万计的这种认证工程师。而在于这个下面平台这一层，我们实际上是遵循着源于开源、冗余开源，并且是回馈开源、贡献开源这样的一个策略。华为公司在很多的这种开源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大型项目当中都进行了非常大量的投入啊，这里面包括刚才说的 OpenStack， 包括容器，也包括大数据。那么华为在里面呢贡献了非常多的这个特性。下面呢我可能想用一个简短的一个视频，以这个 OpenStack 为例，来看一下华为公司是如何在社区里面进行参与，同时如何把社区的技术用于海量的这种规模商用。好，请播放视频。智能时代，人类正从物理世界向数字世界的大迁徙，云计算已成为 ICT 转型的重要技术支撑。作为云计算二次层实施标准的 OpenStack 正在被越来越多国际大公司所采用。作为 OpenStack 坚定的推行者和贡献者，华为在 OpenStack 的 Upstream 实践成为 OpenStack 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2013年11月，华为正式成为 OpenStack 基金会金牌会员。2017年3月，成功晋级为八个全球白金会员之一，拥有白金董事席位。同时，华为在社区拥有八个 PTL、两个 TC 及20家 Core 成员，主动发起了6个创新项目，累计贡献并实现了232条关键需求。并积极在 OpenStack 黑客松、中国日、Meetup、OpenStack Summit 等活动中发挥影响力，促进了 OpenStack 生态健康繁荣发展。在 IT 私有云领域，华为基于 OpenStack 的融合资源池解决方案，帮助 EM、MTN、法国电信、沃达丰等50多个运营商完成以 BOM 域为核心的业务云化转型。在电信云领域，华为提供基于 OpenStack 开放架构的融合电信云解决方案，为多家运营商提供 NFVI 基础平台，支持电信业务云化转型。在公有云领域，华为基于 OpenStack 平台打造了公有云华为 Cloud Family， 通过德国电信 Open Telecom Cloud、中国电信天翼云、西班牙电信 Open Cloud、 法国电信 Flexible Engine 塑造了公有云全球图谱，统一、开放。面向未来的统一云架构趋势下，华为将积极推动开源，引领技术创新，迎接智能社会的到来。这个刚才这个短片是以 OpenStack 为例展示了华为在社区的一些投入，但是呢，我们说是不是光有了刚才说的这个云服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一帆风顺了？但实际上远远还没有，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路要走，也有很多的坑要去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又想到了开源这种手段，所以这上面呢列的是一些华为在过去帮助客户做数字化转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把我们的这种解决方法实现的这个方案开源出来，放到社区里边，我们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这种企业还有个人还有开发者啊一起来贡献，共同帮助把这些问题解决得更好，也同时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进行使用。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跟存储相关。那么大家知道，在这个数据中心里边，那么有可能你要分配一段存储。那么上面这个命令行啊，实际上 Cloud A 的这个命令行，实际上呢是一个管理员，他呢分配一段存储。这个是在一个虚拟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虚拟化环境里边。大家看，整个命令行要这么长，然后呢，而且呢，里边的很多参数恐怕只有这种存储的专业人员才能够理解。下面这个命令行呢，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集群一个容器的一个管理平台上，也是要一段存储。大家看，也是非常长的这么一段。那么这个实际上呢，这个带来的问题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存储的这个分配，它会变得非常的复杂。运维人员恐怕根本没有办法来去理解这里边非常琐碎的这样的一些参数。实际上，真正运维人员希望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统一的、简单的，而且是表意型的这样的这种API 或者是方式。那么就像这个里边头两行显示的一样，它实际上就是说我要一个10个 GB 的这样的一个块存储啊，然后呢，我不需要有其他的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功能。那么在这个要说它这个表意呢，在它这个就是策略文件里边，实际上我们会用一些非常高级的这样的一些描述方式，比如说这里面说我要一个快照，一个网络存储的一个快照，每隔10分钟做一次，没有压缩等等，所以用非常表意型的这个方式来告诉我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存储。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刚讲的是属于这个存储的这个分配。那么在存储的这个管理、配置管理，在这个运维过程当中，现在传统企业当中往往有很多家不同的这个存储的解决方案，每一家呢实际上都是一个烟囱。那么这些烟囱的话呢，实际上带来整个的这个人员的配置需要有很多的手动的工作，而且呢相互之间不能够互通。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要做一个这个存储的一个经常做的这个扩容或者是缩容，那么实际上这里边要有很多的这种手工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开发者更多的希望，或者说运维人员更多的希望，是一种就是存储这种管理器的这么一种方式，它能够把这个刚才说的这些整个的这种策略，不同家的这种东西都串在一起，基于策略的来去进行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编排，进行自动化的一个部署。同时呢，在这个企业的这种存储的解决方案里边，其实很多呢还有一些这种高级的这样的一些特性。而这种特性呢，我们刚才说的在那个配置文件里面也看到了，比如说存储的分层啊，存储的这种这个压缩，存储的这种去重等等。那么这些高级特性呢，在现在的一般的云平台上面，这种差异化的特性是没有办法直接暴露出来的。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个这种存储的这种控制器的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高级特性做成插件的这个方式，然后暴露上来，然后供上面的这种集群管理平台来使用。那么我们把刚才的这些的做法，这些的思路实际上是开源出来，我们贡献了一个项目叫 OpenSDS。 这个 OpenSDS 呢，我们现在贡献到了 Linux 基金会，也是 Linux 基金会下面的一个顶级项目啊。那么目前呢，除了华为之外，有包括像 EMC 日立、富士通、 Intel、 西部数据啊等等这些 vendor 在和我们一起贡献。那么同时呢，还有像 Vodafone 这样的一些用户。实际上大家看到我刚才说的存储上的很多问题，其实在这里边基本上都能够通过这个来解决。那么刚才讲的还是属于这个资源层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企业的这种整个的这个业务云化，或者说是像这个云的平台在演进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企业当中有很多大量的这种传统的单体应用啊，或者说是老旧的这种 Web 应用。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些传统应用、老旧的应用要先把它部署到云上，然后我们再来慢慢做这种云化，或者说叫微服务化。所以华为在这里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开源项目叫 Service Comp， 这是一个微服务的一个框架。那么说到微服务框架，那它肯定有比如说像服务的发现、治理，然后熔断机制、降级等等这些。那么 Service Comp 到底和其他的微服务框架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啊？这里边我们主要列了这样的几点。其实大家知道这个一般企业的业务传统的单体应用，当它要进行改造，要向云化这种改造，一种常用的方法就是说把它做解耦，然后呢来去重写。但是呢，通过 Service Comp， 我们通过 Annotation 这种标注的这个方式，可以把原始的这种服务逻辑把它框住出来，然后使这个服务的治理架构，微服务的 Service Comp 里边的微服务治理架构能够识别并且管理这样的一些微服务。那么这样呢，你就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重写。在我们的案例当中呢，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把这种微孵的改造从原来的月级降低到天级。那么另外大家知道呢，在微孵开发过程当中，它实际上微孵和微孵之间是通过 REST API 来去进行交互。 REST API 有的时候由于这种接口不一致而导致微孵的不正常，从而呢导致了非常难以排查的这样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其实非常多，当你的微孵数量多了以后，这种情况就非常的突出。那么我们在 Service Comp 里面呢也是引入了这种基于契约的这样的这种接口模型。那么通过基于这种 Open API 的这种契约的这个模型，我们在这个企业接口的这个早期的这个设计阶段，就通过工具能够自动的生成代码的模板以及这个测试的模板。所以在 DevOps 这个早期，我们就可以对整个的这个微孵之间的接口进行非常完善的测试。在我们的这个经历当中呢，它可以使这种接口的这种联调从星期级来去 降低到天级。第三呢， Service Comp 呢拥有一个多语言的一个框架。那么传统的微孵框架呢，很多时候只是比如说可能只是支持 Java， 那么 Service Comp 呢它支持 Java 还有 Go 的多种语言，所以呢能够让企业的这种异构的应用能够更加快速的来迁移到这个新的这个架构底下。这个本次呢也是 Service Comp 这个开源服务框架的首次的这个面试，也相当于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发布。那么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这边有 GitHub 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官网，大家都可以上去来去进行访问。那么除了微服务框架之外，我们带来另外一个项目，实际上就是一个开发流水线，一个 DevOps 的一个开发流水线。那么做微服务这种开发，大家一般都会用到很多的 CI CD DevOps。那么说到这种 DevOps 这种工具，大家可能常用的是一些基于脚本的，它可能得通过一些插件来去实现的这样的一些工具。那么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这种可执行环境的这个一致性可能不大好。大家知道，大家写脚本的时候，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语言，有的人用 Python， 有的人用 Shell， 有的人用 Pro， 对吧？那么实际上呢，这种环境的不一致往往带来，当你这个 CI/CD 这个工具放到不同的环境的时候，你可能运行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这边推出这个项目呢 ，Container Ops， 它实际上呢是把每一个 CI/CD 的组件都进行容器化。那么容器化的好处，一个是它执行的这种迁移会变得非常方便；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整个也是更加易于分享。第二呢，就是传统的这种基于脚本的这种 CI/CD 的这种方式，它实际上 CI/CD 的这个组件之间缺少一个非常统一的这样的输入输出接口。那么而 Container Ops 呢，它是有一个流水线的一个概念，它可以把很多的这种接口进行预先的定义。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它可以使很多 CI/CD 的组件能够被已有的 CI/CD 组件被更好的串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工作流。第三呢，就是传统的 CI/CD 的这种项目，它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它实际上它并不带一个环境，它更多的只是定义了行为。而 Container Ops 呢，它本身也带了一个执行环境，是一个基于 Kubernetes 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环境，所以它可以对整个的 CI/CD 流程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最后呢，就是Container Ops 呢还有一个非常易于分享的这么一个 Hub， 也就是说一个中心仓，就像这个 Docker Image 和这个 Docker Hub 之间的这个关系，大家都可以把自己做的这个 CI/CD 的组件，容器化的组件，按照预定接口做的这个组件上传到这个 Hub 里边来，更加易于大家分享。Container Ops 呢，为了提高易用性，我们还有一个图形的一个 UI。这个图形 UI 呢，可以让大家在里边来去定制各种各样的接口，来去串接，把以前老的这种组件串接起来，形成新的工作流。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我们针对一个分布式数据库的这么一个案例，我们通过使用 Container Ops， 可以把他们的这个迭代的速度提升三倍，同时呢，把它的这个运维人员降低一半。啊，这底下是Container Ops 的它的这个代码和相关的这个 Hub，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访问。最后我们想介绍的呢，是一个就是能够快速迭代、符合快速迭代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容器的一个运行环境。实际上这个呢是一个Linux 内核的一个裁剪下来的一个容器的一个操作系统，但是呢它在安全保障上面做了增强。一个呢它是支持就是 TPM 的这种安全的可信启动。同时呢，它对这个镜像，它可以进行 CVM 的这种数据库的这个扫描，还有呢 SE Linux 的这种相关机制。此外呢，它在这种类似于像这种灵活的部署，还有易用性，还有像这个原子的这种升级滚动，以及这个整个的灰度升级上，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这个社区里面去看一看。
所以到此为止呢，基本上已经到了我这次演讲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华为的开源呢，实际上并不始于今天。那么，但是华为开源呢，始终秉承着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解决实际当中的应用问题而去进行参与开源的这种工作。不管是我们参与到已有的开源项目，还是发起新的开源项目，我们都是秉承着这个原则。同时呢，就是华为的开源呢，我们并不是说是为了简单的来去宣传我们自己的技术竞争力啊，或者是来去工程师他自己表达一个成就感，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开出去以后，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人，更多的开发者来一起参与，更好的解决问题，最后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生态。那么华为的开源呢，也不会止于今天，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这个向数字化转型的路途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那么本次呢 ,LC3 也是 Linux 基金会在中国首次这个把三个峰会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开源的一个盛会。那么华为公司呢也是全力参与其中。除了我本次的这个主题演讲之外，今天下午我的同事还会带来一个开放网络方面的一个主题演讲。同时呢，在这个会议期间，我们一共还有14场的技术演讲以及多场的 workshop。在我们外边的展台上呢，也有很多的这种活动有很多的这种 demo。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参加。好，最后再次感谢大家，谢谢。